魏欣怡，24岁，中华女子学院学前教育专业。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是魏欣怡，来自北京，我现在是一名瑜伽教练，从业快4年了，专业呢有哈他瑜伽和空中瑜伽。来到非你莫属的平台呢，就是想突破一下自我，提升一下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业务能力。对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欢迎魏欣怡。我们节目来过很多学习瑜伽的求职者，是吧？你是学学前教育的，毕业之后我看工作经历，直接就当了瑜伽老师。看好这个行业什么呢？它的发展前景吧，因为在我选择它的时候，是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就等于我还没毕业的时候，我就已经选择了瑜伽了。然后毕业之后就直接从事了这个。你第一份工作干了2个月的时间，离家远离职，工资是6000，综合薪金还是底薪？综合。那你第二份工作做的时间长，3年的时间，对，是另一家瑜伽机构的教师，对，2.5到3.2万，嗯，是当时的综合收入吗？月薪？综合收入，综合，嗯，哦，那还挺高的。离职原因是进修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赚这么多就去进修了，多可惜啊！因为每到一个阶段的话，你是需要去提升的，这也是这个瑜伽和健身行业的一个宣誓一个规则吧。然后我当时为什么说选择离职去进修，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时候停下来一下了，因为之前的舒适区让自己觉得需要换一下新环境。这里边有个奇怪的，一般来讲都是在职进修多，对吧？离进修少，那么你从工资2.5万到3.2万，要找新工作了，进修完了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新工作还是瑜伽教练，工资降到了1万，进修完了怎么工资走下坡路了？因为我现在是换工作，所以对薪资上面的话，就是说肯定是不能要求太高的。我解释一下我们健身行业的薪酬架构哈。首先它有一个基础底薪，比如说它第一家瑜伽馆是6000，可能这里面底薪也就4000到5000左右，会有1000多块钱的课时费。然后第二家瑜伽馆它2.5万到3.2万，其实是累积了2年到3年的客户群体。然后它换了一个环境和另一家场馆，那它的客户群体要从零开始重新积累，所以它会对它的预期的薪酬不会像上一家那么高，所以这样理解对吗？对，需要时间的。欣怡，我也再提醒你一下，你还有一个意向岗位是主播。对，主播这个10000加的薪酬是明显比较高的。来，徐磊先生，跟我们的求职者魏欣怡介绍一下。如果是在北京的话，可能主播的底薪也就5000到8000左右，但是因为主播现在大部分主播都是以带货为主的，所以如果你快速积累起来一定的粉丝规模，或者是你的直播间的人气到一定的水平，其实收入通常我们愿意支持的主播一个月的收入2万到3万还是有保障的。如果他做不到这个水平，可能他慢慢也就被淘汰。但是底薪肯定到不了1万，对吧？对，1万还是对于底薪来说略微高一点。哦，好的。1万是你的底薪还是综合薪资？我刚开始想的是底薪，但是现在就是说又有新的了解的话，我觉得也如果是综合薪资，最好是在15000左右。应该你是说你大概底薪接受10000以内你也能接受，不管是主播还是教练， 对吧？对对对。但你希望综合收入都能在15000以上。15000左右。综合啊，我明白了，那综合薪酬就看你个人了。在这里倒还是还是能够有很好的认知，我觉得可以的。